宜兰县员山乡同乐国小最近拓宽运动场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清朝咸丰年间的坟墓，到今天没有人认领迁葬。据同乐国小的教务主任严红岩指出，这座坟墓墓碑上的字还隐约可以看得出是简体秦良林妈李氏之墓，并且写着咸丰八年的字样。这块土地是黄海仙所有的，原来是一片竹林地，虽然曾经依法公告，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认领。